我现在就要撕了你！卓妖，喂喂喂，哎哎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放开我，我要撕了他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你说你换毒就换毒，你搞那么多大不要干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？卓妖，我也是想帮你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他要是对不起你，你就让他哭。你那是让他哭吗？你是让我哭，嗷嗷哭，嗷嗷的哭。我也不知道那东西你会喝了呀。还有你，你把我表哥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还弄那么多吓唬他的玩意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癖好啊？你赶紧把我表哥给放了。你们都给我下去。他看我不顺眼，我要好好跟他说。我想知道的，他只怕是不会告诉我。卓阳，你告诉我，他有没有胁迫你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想知道的都知道了，赶紧把我表哥给放了。他知道的太多了，也是时候送他上路了。